各位下午好啊，我是九门，我是九嫂。今儿咱上哪玩去？今儿个呀，咱上西单溜达一圈。走吧，今天听说这西单路边啊新弄了一组老照片啊，今儿咱搂了去。哟，九哥，今儿咱们西单。没错了，您看我现在的位置啊，就在西单地铁站。您要来北京旅游啊，您记着这西单地铁站啊是北京地铁一号线。您要来北京旅游不知道去哪玩啊，您就坐这地铁一号线。哎呦，九哥，外边的雨可不小。何止这雨不小啊，这风也不小。咱接着说啊，这地铁一号线啊好玩的地儿可不少。您看啊，东单、西单、王府井、天安门、军事博物馆、八角游乐园、五棵松、公主坟还有建国门。嘿，就您说这几个地儿三天都玩不完。哎对了，在这儿还得跟您说一下，这一号线首发是5:05，末班是11:30。您看今儿北京这天啊，正好下雨，咱借着这雨景上西单看老照片去。得嘞，您带道，我跟着您。哎，九哥，您这看什么呢？您瞧这车里有个好玩意儿。嘿，小恐龙看车呢。哎，您看没有？咱这说这话啊，就来到了西单的口袋公园。这口袋公园啊，就在西单的横二条。您说那老照片就在这儿吧？没错了，您那。您看我身后这照片啊，就是最早的西单牌楼。哇，这牌楼可有年头了，还真没见过。您看没有？这写着呢，原来西单这儿有一座牌楼，名为詹云，老北京人啊都往这儿叫西单牌楼。您这一说，我就明白了，等于西单这地儿啊是按牌楼起的名。您看这张照片啊，是过去的老西单商场。西单商场是1930年开的业，当时的厚德、福德、义德、惠德、福寿和临时统称为西单商场。您再看这个，这是过去的老西单菜市场，这开的可早啊，1919年就开业了。这西单菜市场啊，在北京可有一号，被誉为京城四大菜市场之首。嘿，真地道。哎，九啊，一会儿逛完了，咱吃什么去？今儿咱吃个简单的永定门电烤羊肉串。得嘞，这得跟您尝尝去。这永定门电烤串，买的是羊肉串、肉筋、牛排跟鱼豆，今儿可解馋了。哇，这肉好嫩啊！哇，这么嫩吗？这肉？这电烤的没有炭烤的香，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哇！它里边的肉啊，全是肥瘦相间的。尝个鱼豆啊，够鲜的。牛排小串。也够嫩的。咱再尝尝这板筋，可以。板筋中间的小肥肉是最好吃的。板筋也非常的嫩，一点都不塞牙。他们家这烤串啊都挺好吃的，这羊肉串第一名。您瞧上面这肉，哎，肥瘦相间。哇，解馋。还是撸串过瘾。
有人说呀，这吃羊肉串就得吃碳烤的，我觉得这电烤的呀也挺好吃的。